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我又要来聊恋上换装娃娃，而本次要说的部分也就是《银牛一姐妹》的剧情桥段。不过在那之前呢，我想先解释一下此影片的后续规划。所以事情是这样的，其实我本来想直接聊到漫画最新一话，但再仔细想想后，我还是觉得这样真的非常可惜啊。因此我就决定以 OP 中出现的服装来归类各个篇章，也就是说这画面中的服装都代表这一部影片。毕竟这些服装的剧情桥段即使分开来说还是非常有趣的。再说除了这些画面中的服装之外，实际上还有其他服装，所以能聊的剧情还是算蛮多的。至于影片的叙述方式，其实就跟出租女友系列一样，同样是以讲解剧情重点感想的形式进行啦。不过有点不同的就是会比较专注在说剧情的部分，纯粹只是因为本次的篇章能说的东西比较少，不然就是我烂。此外，以往要做这类型影片时，我都会复习重看原作好几次，所以我也是在经过看了好几次才决定以这种方式呈现的，而且这也是我再熟悉不过的方式嘛。因此本次来说的就是这两套服装，也就是银牛一姐妹的剧情桥段。虽然我知道这剧情桥段动画已经快要结束了，该看的都看了，但为了说之后的剧情，我还是得先来说一下这一个部分嘛，毕竟总得有个过程，而且之前也就有说过要来聊，所以你们就当做一次看完银牛一姐妹的剧情桥段吧。当然里头内容以这部影片上传的时间来说，也算是有一点的剧透，所以以防万一也请你们自行斟酌观看，真的就只是一小部分。总之废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影片吧。依据本篇章的剧情开头，也就是海梦正式喜欢上了五条。此外，在海梦上传了自己的 cos 照后，就引起了知名 coser 猪猪的注意，并且也直接让他找上门来。同时在经过一些福利画面与插曲之后，五条就决定帮他制作 cosplay 服装。至于其角色，也就是名为 Flower Princess 列作品中的魔法少女紫苑探。另外，海梦也决定 cosplay 出同作品的英俊姐姐，也顺带提猪猪的真名就是伊诺伊沙兽叶。而接下来这段剧情呢，也便是来到了五条爷爷这边，且其中的对话内容则是五条担心了自己的技巧生疏，因为他前阵子都在制作服装，根本没什么时间练习。不过出乎意料的是，五条的技巧反而变得更好了。同时爷爷也告诉了五条，帮助海梦制作服装对你来说也绝对是件好事，想做出更优秀的人偶就去尝试各种新的事物吧，毕竟开阔更多的景色对谁来说都是有所帮助的。这段剧情我也想拿出来说，原因就是因为他等同于爷爷给予了五条认可，何况能帮助自己向往的对象又能增进自身的技巧，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这段剧情对于五条来说也算是个些许的成长。而接下来就来到了隔天啦，由于要制作服装的关系，五条也就像之前那样想要去理解观看那部作品，因此本次他就来到了海梦的家，打算直接借来观看。所以不出意料的福利画面也随之登场，看看那色气满点的欧派，真他妈想舔。总之这一话简单来说就是超级闪光弹，因为五条在新到屋里后就顺带被海梦邀请陪同观看了，其实里头展现的简直就像是他们两人的新婚生活啊。而且海梦在披上围裙亲手下饭的片段实在是让我有够羡慕五条的。再说与海梦从早追动画追到晚，不就是众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吗？更何况海梦喜欢五条的程度也绝对突破天境，五条的温柔也堪称完美。虽然这根本就像是想让我们观众被闪瞎狗眼，不过后续还有更多啦，所以狗粮好吃。而在经过对于烈这部作品有了彻底的了解后，五条也正式进行了服装规划，其中也就提起了一些 cosplay 知识，例如使用 cosplay 专用胶带来改变眼睛的形状，使得眼睛显得更大之类的。之后也有说起关于相机与照片的后置，所以随着话题的推进，沙兽叶就告诉了五条自己的 cos 照其实是由妹妹帮忙拍的。因此在听到这些消息后，五条就打算跟他妹妹请教一些相机问题与拍摄知识，当然海梦过后也是有参与其中啦。时间再次来到了隔天，沙兽叶的妹妹伊诺伊新兽也终于正式登场，而那初次登场的气质也实在是有够香的，因为新兽明明才国中就有这如此丰满的身材，真的是会让人蠢蠢欲动啊。不过对我来说全都要才是唯一真理，我应该不会被捉吧。总之新兽作为角色就是对姐姐沙兽叶有着极大的爱，
爱慕与敬佩，并且对于拍摄技巧有着一定的实力，同时也非常喜欢 cosplay 这项活动。所以在经过一番交谈后，海梦就问起了星兽，难道自己也不会想要出 cosplay 吗？然而可惜的是，星兽还是非常谦虚的拒绝了，也很明显看得出星兽对于自己没什么自信。此外，在聊天途中，五条和海梦也才得知相机与片件真的是不便宜啊。另外，在他们聊完天后，就决定周末一起去御仙采景。时间来到了当天，而他们所选择的地点就是废弃医院摄影棚，且在过程中也便有说起一些拍摄技巧。但更主要的是五条与杀兽叶的戏份，因为在进到医院后，杀兽叶就因害怕的气息跟五条聊起了各自的梦想。杀兽叶其实从小就非常钟情魔法少女，甚至认真的长大后梦想成为如此，不过也就在小学时他就明白了一切都不是真的，因为那只是被创造出的世界，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成为真正的魔法少女。但之后来到国中且得知 cosplay 这类服装时，她还是马上的买来穿了。即使第一次的 cosplay 相当粗糙，却也感到无比开心。就算知道自己无法成为真正的魔法少女，她还是依旧想实现自己的梦想。毕竟尽管无法成为那梦幻中的人物，才借由服装来满足内心的期望，不也是蛮浪漫的吗？所以对于如此重要的事情，五条就问了为何服装必须由她来做。因此在这时杀兽叶就说了，其实自己在看到海梦的 cosplay 时相当嫉妒，并且就有了我也想穿他制作的服装，必须由他来做才行的想法。所以换句话说，他就是对于五条制作的服装一见钟情了。于是在听到这些的五条就顺势想起了曾经与爷爷的对话。至于内容，简单来说就是创作者该如何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以及在他人眼中脱颖而出后的成就感。当时还小的五条并不明白那种感受，所以如今他也总算是明白了，因为这也就像是自己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还是会有更多人看到你的诚心诚意，哪怕这段期间需等上好几年，这成就感却是无可取代的。再说这不管对于哪种创作者来说都是个期许的认可吧。此外，在五条牵起杀兽叶的手后，杀兽叶就因为从没接触过镜头灵异性昏倒了。总之接下来就来到了下一话，而这一话同样也是超级闪光弹，里头讲述的就是海梦突然邀请五条一起去海边，结果就真的去了。且在过程中就展现出五条正在慢慢体会新的事物，踏入海水中的这个画面或许也就意味着这件事情吧。另外还有的也便是海梦对五条的强烈邀请在暑假期间一起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完全就是全力以赴的想与五条度过每一天啊，实在是有够晕的，拜托请原地结婚谢谢。而接着就来到了五条去购买布料的剧情。不过这里有趣的是，老板误以为那服装设计是五条自己穿的，所以整个过程也是蛮好笑的啦。而且这位老板也真的是非常热心。然后还有的就是五条在购买途中也买了一本名为 cosplay 化妆教学的书。另外这一小段剧情动画是没有的，应该是打算用在以后的剧情吧。且在购买完所有东西后，他就开始与海梦商量服装配备，当然福利画面也绝对是不能少的。再说这美景也搞得小五条快受不了了，换错是我早就直接杀。其中除了有福利画面之外，当然也少不了一些 cosplay 相关知识。此外虽然做出这宝石的方式相当简单，但海梦还是非常高兴自己能帮上一些忙啊。毕竟以往海梦都自认为自己在制作服装方面帮不上什么忙，所以这也代表其实海梦与五条都是一样的，不过更详细的等等再说。当然在这一话要结束时也有福利画面与闪光弹，正常发挥。时间很快的就来到了完成当天，紫苑滩的服装穿在杀兽叶身上也真的是非常可爱，同时也看得出五条真的相当用心。海梦那边当然也是完美呈现，而且在化完妆且使用胶带后，海梦的魅力更是瞬间飙升啊，不仅可爱还美得让人窒息，我实在是有够晕的。总之他们在准备好后就前往了先前采景的废弃医院摄影棚，且在那海梦与杀兽叶就聊了一下，因为他们必须等五条去找星兽，所以就在他们聊到一半提升好感之时，五条就带着某位英俊的美男子出现了。
时间回到了采景结束当天，沙少爷与海梦因为有各自事情就优先回去了，所以在那也就只剩下五条与星兽两人。于是在这个时候，五条就问了星兽是否真的不会想要 cosplay 吗？因此星兽在思考一下后就坦诚了，其实自己也非常想 cosplay 自己喜欢的角色，但由于自身各方面都没自信的关系，也才一直没实际行动，害怕自己完全不适合，害怕姐姐沙兽爷会因而讨厌自己。所以在理解星兽的想法后，五条就告诉了他自己第一次前往 cosplay 展的想法，又是如何欣赏于此的。当然同时也有顺带开导了他，哪怕有一丁点想法都会全力协助。因此在听到这些话语后，星兽就下定决心 cosplay 了，此外也打算一同去五条的家直接进行服装规划。至于星兽想 cos 的角色，也便是列作品中的沙马哥哥。难怪会觉得不适合，因为实在是太大了。不过即使如此，五条还是愿意尝试规划，并且让星兽穿上了自己的校服。毕竟五条的校服与角色中的服装非常相似，但还是太大了。而且这爆开画面我超喜欢动画的呈现，所以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五条就想到了使用里胸部来缩小胸部，另外再使用 B 束胸衣来再度缩小胸部，问题就成功解决了。接着也就来到了假发的部分，福利剧情也依旧正常发挥。但其中相当值得一提的就是在五条准备修剪假发时的对话，而内容大致上就是星兽误以为五条是个全知全能的人，之后才得知五条也有自己不擅长的东西，并且也让五条说出了这一段话。至于内容基本上就是五条对于海梦的憧憬，之前的他也以为海梦是个不会有和他一样烦恼的人，但在与他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后，才明白即使是他也有无法顺利完成的事情，同样也经历过失败，和自己都是一样的。所以简单来说，有些事情是看不见的，每个人都有擅长与不擅长的事情，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法。这一段话根本就是五条的真情告白啊，完全可以感受到他对于海梦的爱意。虽然这个时候还没那么明显，但可以确定的是五条绝对有那个情怀。总之在听到了这些话后，星兽还是有些深感怀疑，不过之后还是顺利完成了 cosplay 规划，视角也回到了完成当天。而想当然的，星兽的 cosplay 也做得相当完美，沙少爷与海梦对于此事同样也感到非常兴奋，因此星兽在这时也总算解开了心中的不安，且那露出的笑容也便是他向前迈出的勇气之证。所以之后就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拍照过程啦，不管是谁都拍得相当好看，欢乐的气氛也渲染整个氛围，其中海梦更是展现了完美的女王气息，除了香还是香。此外在拍到一半的途中，沙少爷就向五条表达了感谢他帮助星兽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并且表示了自己是个失格的姐姐，竟然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妹妹会喜欢到想 cosplay 的程度。于是五条在听了后就说了，这并不是沙兽业的错，纯粹只是要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或是想做什么告诉他人是需要勇气的。因此对于这番话与先前的相处，沙兽业也逐渐喜欢上了五条，但不会有那种血流成河的剧情就是了，因为赢家终究只有海梦一个。此外这番话也对应着五条的心境变化，虽然内心中的阴影创伤还没完全消失，但比起一开始的毫无自信，还是看得出五条确实成长了许多啊。总之拍摄行程就在海梦的优美画面与星兽的胸口逐渐爆开的情况下结束了。而在众人都各自回到家后，沙兽爷与星兽两人就借此坦诚相见，所以星兽在这个时候也才知道其实沙兽爷也非常羡慕自己，同样也认为自身有些不足，双方都是互相羡慕与敬佩的。因此他们在经过这次的交谈，两人的羁绊就变得更加深厚，并且也对于本次的 cosplay 行程感到相当高兴。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因此请不要因为自身的缺点而忽略自身的优点，毕竟这样做往往最对不起的人只会是自己。当然或许有些人也只是像五条星兽一样需要有人推他一把，所以如果身边有这样缺乏自信的人，就给予他更多的鼓励吧。至于五条与海梦这边的话，同样也对于本次的 cosplay 行程相谈甚欢，并且也有把帮助星兽的过程告诉了海梦，包含两人因为服装规划独处，因此一诺一姐妹篇最后就在海梦吃醋的画面结束啦。
总之，一诺一姐妹的剧情桥段真的是蛮好看的，不仅是再次展现了众人对于 cosplay 的热忱，也明确点出了每人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况且其中也有展现出五条在与海梦相处后的成长，所以整体来说还是非常有趣的。何况一诺一姐妹真的是很香。此外，我个人认为这段剧情已经是接近动画尾声了，毕竟动画也就只有12集，但我相信绝对是会有第二期啦。那么高的人气不做也实在可惜，虽然还是有一些意外。至于下一部恋上换装娃娃的影片，就是关于女装的剧情桥段，但如果有时间的话，还是会先说五条与海梦的超闪日常啦，不然你可能会直接在聊女装时顺便带过，而其中也就有像是夏季剧情之类的。另外和服当然也是一大看点，所以也就顺便敬请期待吧。今天你们先到这，喜欢记得按赞上顺便分享，且开启小铃铛也便能收到我第一时间的发片通知。当然最后也不忘下台 B 点个赞，我们下次见，拜拜。